我是也呼吁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众，我们要看清楚谁是在做事情，谁在讨好你。可是我们这十多年来，我们会发现呢，每个政务官手里一个，每一个首长心里面有一把尺，很难拿捏。你到底想要做对的事情，还是想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？因为呢，做讨对的事情，你叫做政治自杀；你要是做讨好民众的事情，你就是我们今天每天看的事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，挖多深。